让我们有请林志炫老师。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，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，需要从记忆在摸索的人，和他们关心的地方，和那些走过的，请等一等，梦为努力浇了水，爱在背后往前推，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，累到整夜不能睡，夜色哪里都是美，一定要和他躲过避过瞒过闪过，他是谁，仿佛窗外的夜色，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，需要从记忆在摸索人，他们关心的地方，和那些走过
谢谢谢谢。在这里我们也请教一下林志炫老师，因为今天的游戏规则是这首歌是由志炫老师自己选的。对，今天我拜就是应该是导演组跟制作单位对我特别礼遇吧。当然有这个机会能够让我自由选择 JJ 的歌的时候，我当然第一个选择就是这一首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今天我除了小迷弟的开心之外，听到老师的改编给了很多的感触，因为唱那么多遍之后其实也会想说这首歌如果要改编要怎么改。那我觉得今天林志炫老师你做到一个我觉得哇真的可以这样子耶，你把整个节奏改变了。你刚刚说我在忘了你忘了我重组这首歌的方式，我觉得你刚刚也重组了我这首歌，让它有不同的生命，这是我谢谢觉得好棒的一件事情。我是很虔诚在表达我对你写这首歌的爱。哦，谢谢。每一次听到炫哥的作品，每一次听到你的演出，我都是一个学习。真的，在炫哥的身上，我永远学习到很多，在歌曲里面他整个人投入的这个生命的力量，然后他的声音里面绵绵不断地传达这个讯息跟这个力量给你，所以再一次感动，谢谢炫哥。过奖过奖。其实我想多说一句啊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林志炫老师唱歌非常好听，然后这个舞台上有非常那么棒的表演，但是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哦，对，林志炫唱歌就应该是好听的，就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们任何的表演都是经过努力的，经过无数次的练习的，经过很多幕后的音乐人、音乐家共同的合作的，所以才会呈现这样的棒的表演，绝不是理所应当，而是尽其全力。谢谢。